大家好，我是艾薇，你们好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做一个快问快答。OK， 开始。我叫艾薇，然后来自马来西亚 KL。要讲一个的话，我会选我老板萧敬腾老师。没有工作的时候三四点，有工作的时候就回到家就有影响力的女歌手。没有。哦，可以讲吗？刚刚，被我的执行经纪人。Hello Kitty。可是很多人讲我像 Jinky Puff， 有吗？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good reason。